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设置关卡是奉命值是八支、四支、二支、二八奉。哦，好，可以看到我带了一只鸭子哦，这个因为它会反弹哦，所以我们尽量把血量维持在一个满档的状态哦。所以我带一只鸭子来出击。哦，带鸭子来出击是一个不错的 idea。哦，啊，你的攻击珠自己把它弄到这个旁边还是怎么样都可以，哦，因为它会反击嘛。那我们就是，哦，比如说像这样，哦，把攻击珠弄到边边，哦，鸭子就可以让它跳一下了哈。哎呀喂呀，哎呀喂呀，这种打法是非常危险的。然后打就要补了哈，哈哈，我鸭子拿来跳是真的很方便，哦，又稳妥又不怕会狙狙，哦，如果是毛伤机，可能就是跟他拼看谁先，就是拼个你死我活这样，哦，因为我正常我应该是用毛伤机才对。把它卷过去哈，这边少了一颗哈，有点肉死掉哦，不过没关系，尽快把它送走。嘣！哎呀喂呀，这个危险！所以带鸭子来，这个是正确的哦。R 二能力继承，哦，所以建议的打法一样哦，全体攻击。啊，力道稍微斟酌一下啊，因为你要先注意一下你除满气了没有。基本上我是除满，我都忘记开了哦。哦，所以除满了，既然是除满了，就可以出手了。哦，这是什么鬼天将啊？嗯，他居然给我继承，真的是鬼天将。太夸张了，而且妙的是右边那只血比较多，哎，这是怎样？防御的关系吗？有点搞不太懂。
下一关是越攻越强啊，那我们就是人的话就是保持有攻击的一个姿态哦。我现在没有毛苍鸡的稳定度是很好，可是爆发少了一只，差很多。我变成你没有攻击出来，那整片全部都是新竹。刚一波带走就没事了，你没死掉很奇怪。在那边偷我的台钱。好，把你干掉了啊！哦，越攻越强。那我们现在是没有攻击出的部分的话，绿下好了，绿下。再绿。好，这样 OK。哦，元已经直接开。再开一个 Luna， 哦，应该一波150几万没有问题。哎呦，哎呦，还活着耶！我操，淘汰不死的话我就要死，这个不能轻敌哦。把我们的爆发露娜还在的状况，也要被他处理掉。会进一步加大掉落隐藏属性的腐蚀，就是隐藏我有神啊，那个隐藏腐蚀会掉比较多啊，那基本上这一局就没什么问题了。欸，怎么都没掉啊，奇怪了，有点纳闷了。我才刚说完他就掉给你了，所以千万不要乱讲话。下一关有反弹的了，所以我们又要开始把珠子出起来了。欸，果然是有点幅度哦，这个有神主观下去好像是有差。
的时候可以来擦一下画一下，因为它可以帮我们把那个纹道腐蚀给它处理出来哦。看这颗是不是光？哼，果然是光。机关难处在于你能消的腐蚀变很少了，不怕死是没错，而你能消的腐蚀变有限。这颗哦，不是，思考一下，其实可以直接冲到下一关去才对，我们来试一下啊，那就不用浪费那么多时间了，真的。下一关这边有两只啊，一只攻击力减弱，一个是反弹嘛。那我们只要先杀这只攻击力减弱就好了，另外一只不要动它就好了，这样就可以省很多时间了。击这个技能出好，我们来送他一个球波，好不好？开比较保险，不然等下被他反弹死。你这次反弹下去就不得了了。哦耶，龙科啊！三颗，不是三颗，看错，是两颗，两颗光腐蚀，这是怎么个绿出的，可以绿成这样？
啊，忘记就大便给它踩下去了。好，这边就要稍微处置一下哦，因为下一关要一波的哦。所以说绕远一点，绕一点也是 OK 的。好，我们的鸭子不用担心了，随时可以跳一下的。跳一下，哦，元婴金开一下，得争取一点时间跟数。哦，这个差，这个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差，可是事实上这个用下去是差非常多的。有看到我们元婴金开下去，嘛是无啥改掉哈。好，这是 CD3， 所以我们鸭子基本上可以常常跳起来，就算蛮方便的。可以这样开哦，起力太长就不要。哦，因为这样可以争取一点那个时间。烧自己的屁股啊！哼，完全没转到。
本来想说他会跳的，就他没有跳。露娜，元一金，大声就不开了哈。龙科，别烧绿行啊，平民百姓。哦，光珠还算 OK 啦，不算太少就好。哦，因为我们妲己跟那个大圣。哦，所以300多万应该还 OK。哦，这也是趴树的哦。大圣，妲己开下去。好，这样拉起来哦。哦，已经全部的招式都丢了哦，基本上一波没问题啊，因为我们露娜招式还在。来吧 ，K， 哦，哦，看起来血量有点小小危险啊，不过还 OK。好，以上是这个奉命行事哦的四之二之二哦八之四之二之二的关卡示范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